光比幻想跳投，觉得科比、麦迪、诺天王、乔丹谁最强？谁最美观？谁最难防啊？ 最强肯定是这个迈克尔乔丹的，乔丹属于是大量的后仰翻身，而且他后仰翻身呢有绝对的经典案例，总结的细节一锤定音，那是最后一场比赛的最后一击，仅就这一手来讲呢，大心脏属性，另外那哥几个没有一个比迈克尔乔丹强的。至于说这麦迪呀，麦迪特点不是这个后仰跳投，麦迪是干拔跳投，他跟凯文杜兰特都这样，他俩不属于那种真正的技术流被打，他俩更多更像是一种这个纯粹凭借天赋直接硬拉。 这种风格，所以你要说最强还是迈克尔乔丹，打的比赛多，大量运用，而且呢，他能够从后场开始持球，这点就比很多大哥要强了。大哥只能说到前场你再接球，一条龙的话费劲。但是迈克尔乔丹呢，完全将命运球权掌握在自己手里，随时随地想背身就背身。乔丹最强，最美观呢？美观的话，那肯定是麦迪。麦迪当然，你要说最美观呢？ 麦迪是干拔，非常美观，潇洒无比。但你要说翻身后仰呢，麦迪留下来的翻身后仰这个精彩记忆并不多，他基本都是干拔，瞄两下，试探两下。他比卡梅兰·东尼那个动作相对来说更加简练，更加凝练。但基本拔起来就投嘛，很少有这个大量的准备动作。所以你要说最美观呢，纯美观呢，美观还是科比吧，因为科比他的翻身后仰啊。 技术融合的这个点比较多，比这个迈克尔乔丹呢技术美感更上一个层次。科比布莱特呀，而且科比留下来的都是高清影像资料啊。迈克尔乔丹当时模模糊糊，因此你要说美感，我们没有性现场关注啊，看的都是转播信号啊。那迈克尔乔丹公牛时期那个像素。 不好啊，很少有那样一种高清的影像之来源呢。但是科比都是高清影像，因此我感觉，一是借助了科技时代的进步了，再有一点呢，技术这块科比是真正的集大成者。他不像迈克尔乔丹，那属于是老一辈了。科比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，更上一个台阶，技术的可挖掘价值要更深。你比如说杰森塔图姆，人不学迈克尔乔丹，你这都是老棒菜了。 科比·布莱特，这是真正联盟当中有志于在翻身护养这一项技术领域磨练自己，让自己得到进化的一大学习目标，属于是教材了。科比·布莱恩特已经早已取代迈克尔·乔丹，至于篮球技术传承的地位了。乔丹现在没有人学了，你老古董了。你当年会那些东西，早就有科比把你完全取代了。技术中进一步进化。科比天赋没有你好，技术比你更扎实，对不对？天赋确实没有乔丹强技术比你更扎实嘛。 说学的都是科比，最具美感还是科比，谁最难防啊？最难防的话，诺维斯基，因为诺维斯基大个儿啊，你这个体型，这个吨位，而且他向来呢是在三分线附近开始持球，他不是在彻底在低位，彻底在低位可能说还好点限制，他在外线持球就能发起，而且他突头结合，见谁打谁，有多种多样的进攻手段，并且他那个翻身、金鸡独立，反正起码联盟到目前为止没有出台规则限制。 小膝盖一架，你说你咋盖呢？就是诺维斯基一般来讲被帽啊，一般就是脑后摘瓜，他不注意，其他人搁后边杀出来，脑后摘瓜能盖，正面帽就很少见。正面帽不着，他他天然拥有这个特殊的属于他的呃进攻领域，吹罚不管裁判，所以诺维斯基最难防。点赞加关注，感谢您的支持。